ChatGPT 完成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更新，以后就是你和 ChatGPT 的聊天入口不再是你们一个私聊的区域，而变成了一个群聊，而且这个群聊里现在甚至还可以有300万个 GPTs。而 GPTs 现在都变成了这个群聊里的你的员工，你是一个老板，你可以在这个群聊里，你可以去雇佣你觉得干得还不错的 GPTs 去变成你的员工。也就是说，就是你只要你最近把某一个 GPT 给聘住了，就是定住置顶了，或者你最近有使用过它，你都可以在和 ChatGPT 对话的窗口里去 add 它，要求它帮助你去完成一些工作。每一个聊天入口你都可以 add 任何的 GPT， 这个 add 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并且 add 之后，就是比方说你现在add 一个 logo 设计，然后你要跟他设计的这个 logo 的特性，如果你在前面跟一个品牌的 GPT 聊过的话，这个 logo 设计的 GPT 是能获取到就是上面那个另外一个 GPT 你曾经跟他对话过的这些信息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群聊里，每一个员工他其实都是有上下文是可以参照的，就是他可以去利用就是前一个员工工作的成果，然后再继续做他接下来下一阶段的事。然后他做完了这件事情之后的话，你又可以 add 其他的 GPT 去接替他的工作，去完成后面的事。所以就是这个更新其实带来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它可以让就是每一个 ChatGPT 的用户都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人公司的超级个体。而这个超级个体只有你一个自然人的这个公司，它你其实是可以去雇佣无数个 GPTs 作为你的员工，而这些员工的话，你每个月还只需要花$20，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然后如果你希望实现这样的一人公司的话，你需要去找到就是在300万个 GPT 里找到你想要去组成团队的这些 GPT， 找到真正好用的对你有帮助的，然后你就可以去形成一个真正强大的 team 去做一个复杂的任务。而对于我们很多 GPTs 的开发者来说，就是ChatGPT 的这项重大的变化，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机会，就是你现在做出来的 GPTs 它有可能被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去雇佣，而 ChatGPT 又会因为这个人被雇佣被其他人使用而后面去付你钱。所以就是你可以去理解，你创建了一个可以被无限雇佣的这种个体，并且这个个体可以嵌入到任何公司的任何工作流里，而所以你比较合适的一个做法是，你应该把你的 GPT 变成一个更单一去完成一个任务的。就现在来说的话，就是你不适合把 GPTs 做成一个复杂的或者全能型的员工，你最好让他变成一个能适配某个节点型工作的一个单一领域的专家。在这种情况下，用不同的 GPT 去进行配合完成一项复杂工作，反而是一个更合理的配置。